好啦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11月25日啊，咁啊，翻翻嚟明报报上埋新激嘅时间啊，咁啊，今日同大家去睇下个英镑同埋 Euro 榜，睇下个交叉盘。咁啊，上个礼拜个美金咧一口气抽到上108啦，咁啊，令到个英镑咧一度跌过落去咧最低落到1.2484，咁佢就非常之准确咁咧完成到嚟到我哋所要求嘅支持位。嗱，你睇到喺旧年。2023年三月份当其时最低1.18，咁啊，你见到十月最低1.2，跟住呢度都争少少嘅1.2363喺今年四月，咁啊，今次直情 exactly 中咗呢个位，咁啊，中完呢个位之后咧，你见到个美金即刻回头啦，你见到个英镑出反弹，而家做紧1.2593，喺个技术面上面咧，我哋。相信咧呢個會有機會係做咗短期嘅支持位，然後彈翻上去啦。咁下一步係點做呢？咁當然第一樣嘢唔可以再穿下面呢個位啦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你如果有需要用英鎊咧，其實嚟到呢啲位咧，其實你已經應該要買就買咗啦。咁如果你有需要要買咧，其實我都會建議而家去買嘅。咁如果做 trade 咧，你多數都會係咧利用呢個底部作為你嘅退場位，然後 buy on dip。咁啊，技術面就係咁啊，你見到一路都頂住咗喺度，咁你多數都會信任呢個位嘅。咁至於個 Euro 榜咧，你就見到咧，整體上我哋見到個英鎊個反彈力度係比 Euro 強嘅，所以後市咧你有理由相信咧 Euro 榜咧整體上咧 Euro 係相對弱過個英鎊，所以 Euro 榜就應該去抵淡嘅。再加上嗰個息差嘅因素啦。咁 Euro 明顯低啲嘅，咁啊英國就減咗一次息啦，未來當然會減息，咁但係 Euro 都會一齊減息。整體上你見到，如果去比較 Euro 對美金同英鎊對美金咧 ，Euro 係明顯弱啲嘅，所以後市咧，如果你做交叉盤咧，有興趣做交叉盤咧 ，Euro 榜咧整體上都係弱嘅。沽 Euro 買英鎊嘅，咁不如直接買英鎊啦。咁啊，技術面上面，因為個容易做啲嘅，個退場位亦都係好清晰，落到嚟呢個支持位咧就出現反彈。咁我哋都會利用呢個支持位作為反彈，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個英鎊隨住未來個美國會有機會減息，而令到個英鎊係彈翻上去，就會係咁樣睇，好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。咁啊，可以有興趣嘅就可以低位買英鎊嘅，個指示位亦都容易做嘅，就會係咁樣啦，好冇？好啦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，有問題留言俾我，拜拜。